长官以及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很荣幸来担任今天的主持人，我是凯莉，我是凯莉。当然，侨科领航，高雄飞翔，侨科科学园区的开发进度备受关注。今天在中央相关部会以及高雄市政府的携手合作之下，高效率的完成侨科科学园区的筹设，我们也即将开始进行园区主要道路工程之新建。同时，我们也吸引了半导体、电动车、ICT、精准健康以及航太产业的厂商来正式进驻侨科。相信今天也是我们高雄产业转型的重要里程碑。而在今天的典礼别具意义，首先我们将为大家唱名介绍我们现场与会的长官以及贵宾，也麻烦请待会唱到名的长官可以起身跟大家挥挥手打个招呼。那首先要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总统蔡英文总统，大家用热烈的掌声鼓励欢迎总统。总统好，谢谢总统。而紧接着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高雄市议员方信渊议员，掌声欢迎我们高雄市议会的代表，欢迎沈副院长好，欢迎我们的沈副院长。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天参与我们选地仪式的企业代表们。那首先要为大家欢迎的是扮演高科技产业根基的半导体厂商，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日月光半导体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周光村资深副总，副总好，欢迎。群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潘建全执行长，欢迎潘执行长。盛品综合股份有限公司侯嘉生董事长，欢迎侯董事长。华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谢铁琴总经理，欢迎我们的谢总经理。同时，我们也为大家补充介绍的是刚刚领到我们活动现场经济部长王伟花王部长，部长好，欢迎我们的部长莅临，欢迎。好，以及呢，我们在现场还有我们科技部长吴振中吴部长，欢迎我们的吴部长，部长好，欢迎部长的莅临，欢迎。紧接着，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唱名的是我们刚刚莅临到我们的半导体厂商，那继续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宏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宪仪董事长，掌声欢迎我们的王董事长。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新特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陈如红董事长，欢迎。股份有限公司王明庆董事长，掌声欢迎我们的王董事长。接下来是引领次世代汽车工业发展的电动车厂商，为大家介绍鸿海集团简宜宾金行总经理，掌声欢迎我们的简总经理，欢迎。国巨股份有限公司王振如执行长，欢迎我们王执行长。继续为大家介绍鸿华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炳燕总经理，欢迎。顺义关系企业庄世贤总经理，欢迎。以及成大经济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陈定远董事长，欢迎我们的陈董事长。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发展万物智慧联网必须的 ICT 产业厂商，首先为大家介绍智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陈思正处长，欢迎我们的陈处长。以及巨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蔡余雄总经理，掌声欢迎我们的蔡总经理，欢迎。再来是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林国栋总经理，欢迎我们林总。彩辉国际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肖哲君总经理，欢迎我们的肖总经理。华宏新技股份有限公司叶清斌总经理，掌声欢迎，欢迎。紧接着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协助台湾生技医疗产业转型的精准健康厂商，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凯州绿台股份有限公司张敏华总经理，欢迎。以及原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蔡怡如董事长，欢迎。而最后也是一样重要的是在于我们南部金属加工产业企业的航太厂商，首先为大家介绍富腾国际实业有限公司黄庆忠董事长，欢迎我们黄董事长。接着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半点培育产业所需人才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也是我们的学研单位，首先为我们大家欢迎的是国立中山大学郑英耀校长，欢迎我们的郑校长，欢迎。以及国立高雄大学陈月端校长，欢迎。紧接着是高雄医学大学杨俊玉校长，欢迎我们的杨校长。高院科技大学赵碧校校长，欢迎。以及中华医师科技大学孙义明校长，欢迎。继续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李嘉宏副校长，欢迎。以及正修科
博文副校长。欢迎，那今天的最后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高雄市的赌博大师副市长，你率领我们所有的师傅团队举出手掌，我们大家一起起身跟大家挥手。再一次的欢迎我们现场的师傅团队，还有我们举出手掌们，当然我们还有许多与会的企业代表，还有在地的区长跟里长们，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一一唱名感谢，也请大家多多的包涵。同时我们也在一定要让产业之间能够有便利的连接，而完善的道路网络也是必备的条件，所以紧接着上来我们要邀请到的是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杨清部局长上台为我们介绍侨科园区主要道路一至二号道路工程的规划，有热情的掌声来有请杨局长。各位立委、行政院的长官、董事长，还有几位贵宾、议员代表，大家午安。午安。接下来就由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来简报桥头科学园区连外道路一至二号道路的这样的开辟工程。主要桥头在高雄市的地理位置，它是属于质量中心的位置。那桥头科学园区就是我们行政合并的半导体 S 廊带的枢纽位置。啊，右边这张图是我把它放大成桥科的这样的一个地图，可以看到，如果说这样的建设必须要交通非常的便利。那我们虽然这个桥面里面右边有高铁，中间有国道一号，左边有台一线这样的一个串接，但是目前都没有直接串接，所以我们为了让整个桥头科学园区的交通非常便利，所以我们就是规划了叫三速三合的这样的交通路网，让桥头打开它的啊国道的正路而来。所以怎么样去上三接，就是在右侧高铁的下面这边有个台三九线要优先开辟，另外在高铁的这个国道一号的引道也要去开辟，再加国道一号的这样的开辟，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三速把它先串起来。那三横部就是要有一至一号道路、一至三号道路，还有一至二号道路也要陆续开辟了。那今天主要开辟的就是我们的主动脉，就是一至二号道路的这样的一个开辟。那一至二号道路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它路幅有60公尺宽，那就是我们现在把它整辟出来，就是我两侧这个柱就是我们60公尺宽，它包括多少？这个位置就是你的左手边，就是我们未来桥科的土地，哦，160公顷，那也是我们今天厂商要选地建设的基地，就在我们左手边，哦。那我想这个在未来呢，我们可以看到未来这个地方会有很多打出我们未来攸关我们国家科技的命脉的一个这样的高级厂房，这是总统的责任，哦。那整个那个这张图右左上角是我们未来的桥科的模拟图，哦，那。一至二号道路就在桥科的最北边，紧邻北边，哦，那我们这个红点是我们活动位置。那整个桥科一至二号道路将近有2969公里左右，啊，那大概路宽是60公尺，那是以高速公路为界，以东是称为东段，以西称为西段。那整个以东的东段里面大概1537公尺的这样的长度，哦，将近那个我们在今年动工以后。我们预计在112年的3月就完工，那在西段的路1137公尺这样的一个50公尺这样的一个路段，预计也要配合我们桥科的区段征收的时间，也在112年就完工。所以我想，这个桥头科学园区的建设哦，都是朝向智慧化、跟生态化、跟生活化的方式去做这样的规划。那道路也是要这么思维，所以我们的桥科一至二号道路就是靠用生态环境、人本的空间。五G 智慧这样的方式思维来去建设的道路，跟一般道路是不一样的，哦。那我们就是把那个60公尺的路里面选择27.5公尺来做我们的那个直线道，就是车道，就是我们有6线的车道，然后用4米的规格把它分开，中间除了种2排树之外，我们中间布设全面的这样5G 的智慧电灯来做控感。那这个部分如果是未来结合我们的资讯设备，在未来自驾车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建设。包括园区里面的建设也都要朝向这样的方式，包括从外围的从结合高铁厂那边进过来，都是要这样的一个建设做5G的这样的准备，所以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先用5G这样的建设。那这个车型路段的两侧，我们是规划一个各16公尺的这样的绿色廊道，这一个绿色廊道，是用低冲击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方式，然后足够广种我们高雄的台湾的这样的原生树种之外，也是个生物的这样的多样性。去创造这样的一个绿色的一个概念，有可以自动自光的，也有这样的一个绿色功能。那同时也要创造一些
人本的人行空间、休息空间，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自行车的空间。然后另外呢，也在下面共入的那个所谓的共同管道，那街上入的共啊，是一个智慧化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我们这个园区是一个热闹路，是一个生态空间、人本空间，还有智慧化的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这样的道路。那么这是我未来道路的一个模拟的一个图面啊，我想的可是说是未来这个年度年画的图面，我们有个 3D 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连动画的各位欣赏。好，这是我未来的道路的这样非常非常有生命有智慧的这样的道路。那两侧都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绿道，中间有个红车道，左边都是一个红牌的道路。这是西段的一个红牌，未来就可以看到左边都是红牌。智慧工厂的路呢，啊，是我们未来的一个规划，年度规划。
科技部负责园区的经营、产业聚落的营造。我们非常感谢内政部局部长所带领的团队，在都市计划、新市镇的都市计划以及区段征收工程上面给我们很多的一个协助。经济部除了一起协同招商以外，也在稳定水电跟台糖土地的提供上给我们很大的助力，尤其是高雄市政府所率领、市长所率领的团队协力招商，尤其是我们陈市长亲力亲为，站在招商的第一线，让我们的招商的工作做得非常的顺利。另外整个道路工程也是市政府协助我们做主要的道路工程。另外交通部未来在高铁桥下的道路开辟，以及环保署过去在对我们环评审查上面所有的诸多协助，这个都是行政团队中央地方一起合力打造这样的一个优质的一个园区。我们所有的工作如期如此的在完成。108年的5月9号，总统在高雄科技大学的工学院大楼俯瞰这整个的园区。接下来我们都市计划筹设计划在年底合并，都市计划环评同步在展开。第一次的招商说明会我们邀集了8家厂商，今年的4月第二次招商说明会我们有7家厂商跟我们一起，希望各位来一起合作。9月我们通过环评的审查，友情路也在高雄市政府的协助之下完成通车，打通第一条连外的道路。11月都市计划公布，今天在24号我们办理全力招商，许多的厂商一起来。我们希望接下来让区政工程让厂商能够同步建厂，如期如此的来完成整个桥头科学区的发展工作。在整个产业的前瞻布局方面，我们立基于6大核心战略产业的发展之下，目前的厂商包含有20家的厂商，预估的投资额超过1000亿，这中间包含半导体的厂商日月光、群联等等。未来布局电动车包含鸿海、国巨、鸿华，以及未来的 ICT 创新产业包含智威、华虹、黄亮等等，以及精准健康跟航太，都希望未来在这个基地上面一起共同的一个发展。我们除了发展产业之外，我们会在桥头科学园区的核心地打造一个创新研发的基地，我们会布建智慧化的网络服务，让数位创新的场域在这个地方发展，让新创也在这个地方发展。我们在整个园区的营造之下，不只在道路工程做生态化的营造，我们在园区里面会种超过23000株的树，我们使用75%的再生水，我们让园区营造一个生态多样化的一个环境，让产业的发展跟环境能够共同发展。那当然在我们的核心区，我们也会提供研发育成的服务、婴幼儿的服务，让园区事业的厂商的从业人员没有后顾之忧。在园区的发展目标上面，我们会希望桥头园区承接整个半导体产业廊带 的能量，成为半导体未来世代的电动车跟 ICT 创新产业的一个聚落，它可以创造11000个就业机会，预估产值可以达到1800亿。我们会让桥头园区成为环境与产业共融的永续园区，成为世界上园区发展的标杆，让世界看见台湾，看见高雄。以上是科技部的报告，谢谢各位。掌声谢谢副局长为我们带来完整的说明，我们也谢谢南科管理局积极努力的打造环境与产业共融的有序园区。那由于半导体以及电动车、ICT、精准健康以及航太等等的科技产业蓬勃发展，政府洞察了国际科技产业的局势，扩增科学园区规模，以迎接产业在台扩大投资，积极支持科技创新产业，提升台湾科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桥头科学园区的开发计划，我们尤其感谢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和促成，为科技产业开辟良善的投资环境，并带领台湾抢占国际市场的舞台。所以首先要让我们邀请到的是科技部吴振中部长上台为我们致辞，请热烈的掌声有请吴部长。蔡总统，那我们高雄市提名市长，那我们这个行政院省副院长，还有我们这个经济部王部长、内政部徐部长，还有我们这个高雄市政府的团队，
还有在座我们很多业界先进和我们学界的校长，大家午安，大家好。好。非常高兴哈，因为事实上我来这边，我们刚刚苏局长已经把桥头科学园区的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讲过了，我主要是来感谢，也告诉大家一些背后的秘辛啊。那可能秦曼市长知道我要讲什么。两年半前，秦曼市长在当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一直在关心我们桥头科学园区。那时候原来的布局是六年啊，当啊，然后他本来说到四年就要把它结束，到最后变成三年。说事实上，我们真的也是变成三年。那个时候就预定说，我们今年的年底要让我们国内最辛苦的这个业界啊，来选第一招商。那的确，我们真的达到了。那达到这个目标，不是科技部一个部可以做的。我感谢我们内政部徐部长，他刚才跟我讲，我们还没动之前呢，他的友情路就已经弄好了。他说被总统骂，说怎么没有通知他就已经开始在路就已经核准了啊。那友情路、大寮路也继续在做。那我们这个经济部追点都已经到达去了，没有经济部也完全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目前可以这么快啊。那还有一个，我们来感谢交通部。我们苏院长说，你要优生活，也就是说，你不是一个实时独立在那边一个科学园区，你必须要跟我们在地来做结合。那事实上，你要跟我们旁边的这个社区要有连结，那这个很重要。说我们也遵照这个指示呢，事实上，我们这个优生活旁边的连外道路里面的一些设施要跟在地的居民来 share， 这个也做到了。还有一个。一开始我碰到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这边有有机农场，那我要谢谢农委会。我们那个时候一开始，他们要抗议，那还有我们农委会，那个陈吉仲主委，还有我们陈景军，陈景军副主委，至少我们就沟通。我们说呢，我们不会马上把它弄完，我们先找一个他们满意的地，把它移过去。那这个也带动了一个我们科学园区的发展啊，我们要 win-win， 大家一起来协力，毕竟这个是自己的国家，自己要来一起来这个打拼啊。那还有一个，我们保育的人士，人家就嘴嘲笑。那我有一天在看电视的时候，发现那个嘲笑哈，真的是很高注意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纪录片？那我看完以后，我跟我们苏局长，我们这边桥头科学园区。入口啊，我们就要变成一个草鸮的科学园区。事实上，我们也留了一块地，让草鸮来这个共存，跟我们一起来活动。包括我们邻近的鹿竹园区，它也会飞来飞去。所以，我想未来科学园区的这个打造啊，不会只是一个实质的园区了，我们会变成优生活、精致多元，而且是节能有序。这个也是我给我们这个苏局长的这个提醒，也就是说，科学园区40年前我们竹科开始，40年后的今天，往后40年，我们科学园区要貌要改变，郭昭东请他硬体走向，所以我也特别交代说，我们园区在最核心的地方一定要有一个智慧创新的大楼，让新创可以进来。新创可以跟我们在地的一些产业，原来的这个产业一起来吸收，就是软硬结合。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我们桥头科学园区的一个大特色。所以我想，未来我们这个桥头科学园区有大家的协助，我们在地产业、全国的产业都来这边，还有我们学界的鼎力相助，产政学研中央跟地方一起来合作。我想应该是。指日可待，而且会很快。那个，我们刚刚还在沙仑科学城那边，还有 cybersecurity。事实上，大南方 S 这个 S 囊袋啊，不只是半导体材料，整个高科技都会来到我们南台湾。那我想，这个刚刚局长也提到，这个应该是我们这边的一个重点。那我希望说，未来我们中央跟地方也可以持续来合作，
我们业界也可以来协助政府，看有哪些需求，我们做的不够的地方呢，一定要跟我们讲。啊，你代表我票讲，啊，你嘛唔当先走见总统讲吼，你啊先甲总统讲，啊，我票比较红的吼，先跟部长讲，部长还是慢慢先走见副院长到吼。先跟部长讲，那事实上我们会全力来。事实上，大家可以发现，我们现在不管是哪个部门，大家是合作的无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头到尾提一个，那环保署。我环保署如果没有环保署给我们一些指点，那叫我们这个保育啊，我们要超前部署，跟这个草鸮共存，还要跟我们在地的一些环境共存的话，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环评可以这么顺利的过关，所以我想还是要再次感谢，也谢谢总统给我们大力的支持，副院长居中协调开了无数次的会，两位以前副院长跟我们现在的沈副院长，所以我想还是感谢，以后请大家多多给我们科学园区还有科技部大力的支持，谢谢。掌声谢谢吴部长，请部长可以帮我们先行回座。就如同刚刚部长所提，内政部其实对于桥头科学园区的筹设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紧接着下来要让我们邀请到的是内政部徐国勇部长上台为我们致辞，有热情的掌声来有请徐部长。我们敬爱的在场朋友，还有我们定哦，又夸张，陈其迈啊，陈市长啊，我们黄部长、吴部长，还有我们很多啊，对不起，我们沈副院长，还有我们很多的好朋友，业界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感谢这个桥头科学园区，我一上任部长哦，就被立委找来这里看的了哦，所以我当时就决定路线做了再讲。所以我记得总统到那个高雄大学第一次108年五月去鸟瞰这个区域的时候，那我就跟总统报告说，我们内政部已经从新市镇基金里面钱拨下去了，路也开下去了，开始在做了。所以前阵子我们有行路通车的时候，我也特别来跟其迈一起来。那在其迈在当副院长的任内，对这桥头科学园区的整个开发，他非常非常的关心，所以不管在都市计划、区段征收等等，内政部一定是全力以赴，用最快的速度，然后跟我们环保署相关的机关来配合，要赶快让他能够赶快做，让他赶快完成，因为这是我们台湾经济发展很重要的一环。所以今天的这个道路，我们一至二道路10亿多，15000万，也是我们内政部马上就拨了没有问题，我们一定全力来支持资源，然后赶快交给科技部来发展这个相关的这些产业。今天产业界很多朋友都来了，有很多都是老朋友，在这里祝福你们事业发展，让台湾经济更好。那感谢总统的支持，所以我们一定都全力以赴。感谢总统，也感谢其迈，在他现在当市长，这更是他所期待的。最后祝福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谢谢大家。谢谢徐部长的祝福以及致辞，也请部长可以帮我们先行回座。当然也谢谢内政部全力以赴以及全力的支持。那这一次呢，更是因为上位的政策以及跨部会的协调，加速了桥头科学园区的筹设。所以紧接着上来要让我们邀请到的是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沈副院长上台为我们致辞，请热情的掌声来有请沈副院长。蔡总统，我们高雄市的大家长其迈市长，我们经济部王部长，我们科技部吴部长，内政部徐部长，在座诸位企业界的先进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很高兴今天呢受邀来参加我们桥头科学园区的这一个我们的招商献地的一个活动。那不过大家在讲讲奇迈，啊，这个桥头科学园区当市当，然后不然讲到要变三当，
啊，这为啥？人伊唱出来好的音，即马来咧享受这个歌啦，对吼，啊，拍鼓啊一个啦，对吼。我伫遮甲大家报告，尤其讲着台积电要来高雄的事，上基础人嘛咧蹲平咧，但是到尾啦，伊哦钱脉实在变掉啦，伊啊转台湾哦，伊带领这个团队的速度啊，我感觉讲到尾可能干脆这个所在甲有法度来满足伊的期待啦。所以讲，你啊看最近伊报纸看到拢啥高雄呀啊。即、这个台积电了，啊来最近英特尔有无？啊来沃克有无？哦，拢轻轻起来哦。尤其今仔日，啊推出这个名，已经讲，听讲拢无第二款的吼。哇、哦，安、哦、尼，啊，我们要来维持的啊，不负责啊。哦，啊，所以讲，一家会当看到，我那利用这个机会甲大家报告，讲到高雄。是嘛？我昨昏甲一个头家咧讲，而且要甲高雄的电动车大巴，伊要安怎处理？敢知？啊，电池、电池芯嘛，啊，过来电池包，啊，贵个，拢要大家落地。过来，搁换电动车整个生态链，拢要大家。过来，智慧驾驶的场域，啊，拢要大家。大家头家听无？啊，听无？哦，安尼这个变做啥？翻转啊，南部的翻转啊，哦，啊吼，南部会使讲过去，感觉讲，咱就为着国家发展牺牲，咱大众上、小化上，即嘛咱是科技贵的来到咱南部高雄，尤其伊嘛市长所带领的团队，真正让大家了看。我头过来，我悄悄甲讲安怎呢？讲着啊，北部有，南部嘛有，啊，南部佫挺高哟。哦，你个知影讲，大家已经安怎完全有信心啊啦，对。啊，所以另外，今仔我听到遮个人，有啥无来啥，有诶是进了要咧防疫诶时阵嘛，无法度来参加咧。我一个一个点名，我知影讲是疫情期间，哇，还在防疫旅馆里面，哦，安尼。那所以讲，你即大家你也看上半导体。半导体的产业肌肉，对不？设备加阿斯摩在台南，然后呢，材料的部分可以看到默克也都到了高雄来了，啊，所以整个产业肌肉英特尔也都来了，整个产业肌肉都很完整啊，啊，所以讲未来新的电动车，啊，加即马咱在半导体，因为即马半导体哪里讲的啥？啊，逻辑 IC、memory IC。我们美光的总裁也说，在台湾要加码。那再来，下世代的化合物半导体，那整个产业链从生化架、氮化架到碳化系，整个都 OK 了啦。啊，所以讲，起码呢，我他家己来讲讲吼，出来来就是小马拢招商都招好了，啊，他们来执行力也变好出来，安尼就尽量。大家感觉讲哇，快点成绩太差，你有信心吗啦吼？都甲拍鼓啊一个啦，对哦。哦啊，最后我还是祝福大家哦，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一切圆满，谢谢大家，谢谢感恩。谢谢沈副院长的支持，也有请我们副院长可以帮我们现行回座。那我们也谢谢行政院的支持，让大家可以看见高雄产业的转型。而今天的上来，我们要继续邀请到的就是积极在争取设立我们桥头科学园区计划，丁非常努力在招商推动我们高雄产业转型的重要工程，也就是我们高雄市的大家长，高雄市长陈其迈市长，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来有请市长上台为我们致辞。总统、副院长、吴部长、徐部长、王部长，还有。今天参加选地建厂的驻地厂商市府团队的同仁还有南科的苏局长各位在地的里长各位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首先真的要感谢总统总统的大南方大发展还有五加二的产业因为我都把它背下来所以我知道总统要做什么。所以要知道说国家往哪里走那我们的城市往哪里走
那因为你往着国家建设发展的方向走，资源就会跟着走。啊，所以真的要感谢蔡总统在2016年上任之后所推动的台湾整个经济发展跟产业政策。那这个数字我就不讲了，因为这个大家都非常的清楚，不管是在出口或者是在整个半导体的产业，然后我想这个都是深刻影响到我们台湾在未来的那个下一个世代的一个竞争。那今天大家都讲了一些过去跟我共事的经验的哈，那我的结论说我要低调一点哈，今天我就不要讲太多哈。那但是这样一路走来，确实是真的要感谢很多人哈。那、这个刚刚不管是吴部长或者是徐部长啊，还有米花部长，还有当然苏局长是功不可没啊。那我记得那个我担任副院长的时候，这个其实也是阴错阳差啊，这个要感谢总统啊，这个还有我们行政院苏院长的支持，我还有机会去当副院长啊。那我没有放弃小儿科学这个计划啊，所以有些人想说，哎，那个算了算了哈，那个可以等多年哈。但是这个是我们蔡总统跟民进党对于执政党对于我们侨胞科学园区跟对于我们侨胞乡亲对高雄的承诺，所以我没有忘记，我也没有忘记啊。所以开了好几次的会议啊，那这个是起了头了哈。我没想到后面开的会更多哈，那大家这个不堪其扰哈，那个事情那么多啊，所以以后哈，还是因为这个计划既然是我生，所以我们的在地厂商追话热啊。啊，起掉了天台应该过来哈，因为金融保障没定准保障了哈。啊，我们看来苏队啊、李达代表和谁的，我们跟苏局长这样长期的工作的伙伴哈，这个不要讲说半夜打电话给总统啊，这个半夜又打电话给苏局长啊，这个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水电或者是在未来的这个安家计划，我们市政府跟我们南科管理局，我们一定会全力的来协助我们。在地的厂商，那接下来整个供应链的重组啊，造成说在这个半导体也好，或者是这个全球的这个自动化产业，或者是5G IoT 的产业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变动啊，那我们刚好在这个当下啊，那我其实非常深刻了解，知道说，假如不跟时间赛跑啊。等你这个厂又没盖完哈，那干部拢把几万块钱拢耍哈，所以那硬着就6年，那希望都能够在缩短最短的时间内，把所有的包括土地的这个区块征收、环评跟整个建厂，全部都同步一起进行，所以从6年缩短成3年。那我记得我在议会备询啊。很多人议员还天天在问说啊，你讲那个科学啊，你讲那个时间是天方夜谭，不可能。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共工典礼啊，来我们厂商在这里学，就是证明说我们四股团队啊，跟我们的厂商，我们都有信心，而且有决心啊，跟大家把世界杯啊要进军国际的市场。那我只是众多的努力。很多的好朋友里面，我扮演那个最不重要的拼图，就把它连接起来。那我记得从 IC 的我们的工装到现在的晶圆制造到材料，那当然还有一块很重要的IC 设计。那我要特别感谢我们军联的潘董事长，我能够相信高雄市政府啊，我们一起打拼啊。那从过去在行政院工作的时候，那总统对于这些高科技的产业啊，其实每一家所碰到的问题，每一家的需求，其实总统都非常的了解啊，所以不仅是在解决投资的障碍，吸引台商回流，到包括说整体产业的一个布局啊，那其中也包括说像这个我们在。第一任大厂的美光的一个投资啊，总统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关心啊，所以我在当院长快卸任的时候，那当时的美光就承诺说
要来台湾投资。那当时我就问美方说，那为什么要来台湾投资？那你最后的选择是什么理由？他说是因为蔡总统、蔡政府的行政效率。因为当时还在疫情非常这个重要的这个关键时刻的时候，他们作为一个决定，是在于我们政府的行政效率。我想乔哥当然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是也证明了说中央跟地方合作，民间大家携手投资、携手合作，当然就能够促成整体的产业能够快速的进展。那我当然不知道后面还有一段故事是缅甸跟美光的一个和解，要潘老师董事长也鞠躬学委的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我们也会秉持着关南保民啊哈，破事啊，实在正南行的精神不会乱讲话我会认真做事情。在未来的岁月里面，跟所有的厂商，我们一起合作，把世界杯进军世界的市场。我有信心，我们的半导体是世界第一。那我们的这些，包括我们的这些精准医疗、航太，未来也逐渐的在起飞。当然，我更有信心，我们的电动车结合我们整个输出智慧城市的输出方案，我有信心，高雄一定会跟我们乔哥的电动车厂商打世界第一。这个我是非常深具信心，因为我们都准备好而且也有在中央政府大力的一个支持我相信我们在乔哥选择乔哥绝对是最正确的选择。所以再一次的要感谢蔡总统，还有我们的行政团队，也要感谢所有在地的我们今天选地的所有的厂商，谢谢你们相信我们，那我们因为跟大家一起合作吧，谢谢大家，谢谢。再次掌声，谢谢市长，热情市长跟你深情合作，乔哥领航，高雄飞翔。我是不是也可以再次邀请大家继续再给市长还有率领农民的师傅团队一个热情的掌声，请大家一起对高雄有信心、有决心，一起来打世界杯。那其实乔哥的筹设背后还有一位最大的推手，如果没有他掌握到南部产业发展的潜在优势、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以及南北平衡发展的重要性，那今天就没有桥头科学园区。而这位推手就是我们的蔡英文总统哦，一站上来让我们有请蔡总统上台致辞，请热烈的掌声来有请蔡总统。我们在地的大家掌声，亲爱市长，我们沈荣津副院长，我们吴振中部长、王美华部长、徐国勇部长，还有我们的市议会的我们几位议员，还有我们在场的各位企业的代表，我们现场所有的贵宾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好，我想从我们在地的大家掌声亲爱，到我们行政院的副院长、省副院长还有我们几位相关的部长今天给大家所做的报告，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个计划的成功确实需要有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要有一个企图心非常强而且意志坚定的在地的市长，就是陈其迈。但是最重要的是，除了要有强烈的企图心跟坚定的意志之外，你还知道要跟谁打电话这件事情。所以呢，第二个就是我们行政院非常有效率的团队，尤其是我们省副院长跟企业界非常的熟，也跟非常知道说在什么样的地方，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帮忙。那这个我们省副院长在领导我们整个行政院的团队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尽心尽力哦。那当然，他后面还有一个力量常常给他压力，就是我们那个冲冲冲的院长啊。那今天我们看到在场的几位相关的部会的首长，
他们都非常娴熟，他们的政务也知道国家发展的重要的方向，那也会领导他们国会的团队哦，那全力以赴哦，那所以我们可以说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我们现在应该是一个非常成熟有效率而且意志坚定的一个团队，所以在这样之下呢，做总统就相对比较轻松一点，那做总统就说我们方向在哪里，那我们就往那个方向去，那如果没有钱呢，那我们就到哪里去找一些钱一起来共享胜局。那在我在2020年选举的时候，我就指了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南部必须要发展。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企业界，尤其是长期在北部运作的企业，那熟悉北部的生态、还有资源、还有等等的情况。可是对南部或许不熟，那我们也看到几家著名的企业，他们对南部不是不喜欢，也不是不想来，就是不熟悉啊。那么，所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确实，我们的行政团队还有我们的市长啊，真的花了很多的心思啊，在引领我们的企业到高雄来走走看看，让他们了解说这个地方其实是有发展潜力的，这个地方你北部找不到的，这里都会帮你准备好。那尤其是有一个很有效率的团队哦，随时会帮忙各位解决困难跟问题。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今天到场的我们所有的青年的代表啊，各位选择在桥头设立基地或者是设立工厂等等啊，那对我们来讲，对我们南部的民众一个很大的信心，他们觉得除了传统的产业之外，我们南部一样也有资格，也有这个能量啊，走向高科技的时代啊。所以我也要在这里向我们在场的企业的代表致上一个最深的谢意。不仅这一个选择，不仅是企业的选择，也是一个国家平衡发展的选择，也是让我们南部的乡亲有一个自信心，说他们一样也可以有高科技在我们的南部生根。那我也非常期待在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之下，我们台湾高科技不是只在中部，也不是只在北部，我们南部将来会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高科技的所在。那整个台湾就变成是一个高科技的廊带，就是一个全球最大的高科技的聚落所在。那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要共同努力的方向，也是我们在全球竞争的过程中我们的生存之道。那么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当全球都在看台湾，看台湾有什么机会，看台湾下一步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更是要团结，我们更是要共同的努力，把台湾的潜能都完完整整的发挥出来，让世界感受到台湾确实是在全球未来发展里面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国家。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在高雄，我们不断的努力，我们让桥头科学园区从6年可以延到3年可以完成，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敬佩的一个成就啊。那我也希望在我接触我的总统任期的时候，可以来这里有平地起高楼，而且有很多很多的我们企业在这里发展。那也希望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全力的来让桥头科学园在最短的时间发挥，让台湾在南部也有一个高科技的重镇的出现，让我们国家在面临全球竞争的时候又有一个胜利军。谢谢大家，谢谢。掌声谢谢蔡总统，有请总统让我们先行回座，也非常感谢总统为我们掌握到南部产业发展的潜在优势以及厂商。首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凯州绿材张敏华董事长。
蔡宜如董事长，有请。紧接着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带领南部金属加工产业起飞的航太厂商富腾国际实业黄庆忠董事长，有请。我们也再次谢谢以上的企业代表选择高雄投资高雄进驻侨科。而紧接着上来，我们将邀请到我们内政部徐国勇徐部长上台，来到我们右手边，您的右手边这个位置的光柱位置，有请。继续邀请到经济部长王美花王部长，有请我们的王部长来到我们在左手边，您的左手边这个光柱的位置。继续我们要邀请以下四位长官来到我们水晶球的中间，首先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科技部长吴振中吴部长，有请。以及我们高雄市政府陈其迈陈市长，有请我们的市长。继续要邀请到的是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沈副院长，有请我们的长官来到我们水晶球的位置。最后要让我们欢迎的是我们的总统蔡英文总统，请大家掌声欢迎，谢谢总统，邀请总统来到我们水晶球的位置。好，那我们有请我们台上的长官贵宾帮我们协助将口罩先暂时拿下来，我们先邀请我们台上的长官贵宾帮我们将口罩先收起来。我们即将待会要有请总统以及各位长官贵宾，在待会主持人倒数三秒之后，请长官帮我们将手个别放在水晶球以及光柱上，同时我们也请企业代表将旗帜插上仪式台上，这也象征着我们五大高科技厂商正式进驻插旗侨科。好，那准备好了之后，我们现场就一起来倒数三二一，请起动。也将扮演最好的助攻角色，欢迎更多的企业一起来加入投资高雄队。那紧接着我们要邀请长官还有我们的贵宾朋友们看向我们舞台的右手边，请看向我们舞台的右手边，在这里呢牵引着我们侨科领航高雄飞翔的布条，我们有空飘气球，接下来也已经冉冉要升起。好，那当然呢，我们也正式宣告我们高科技厂商进驻插旗侨科。那我们在高雄以及呢我们的中央各部会携手合作之下，一起让侨科领航高雄飞翔。紧接着我们先邀请我们台上的长官贵宾帮我们看您的右前方这里的位置，我们请长官跟贵宾帮我们看向左手边，好，右手边一个赞，同时看向正中间这里的摄影镜头，侨科领航高雄飞翔，赞。好的，我们也再次掌声，同时我们请长官看向您的左手边这里的镜头，请掌柜帮我们看向您的左前方，侨科领航高雄飞翔，赞。好的，最后请看一下右手边，最后我们请移动一下，那右手的插旗长官以及学界的贵宾可以帮我们先行来回坐。那紧接着上来，我们要继续唱名，邀请到以下的唱名长官，有请金发局廖开祥局长，公务局杨庆富局长，交通局张淑娟局长，信工处徐永牧处长，以及地震局陈冠福局长，请奉香，请主典者手持大香，其余贵宾双手合十，上香祝祷。高雄新市镇1-2号道路开辟工程动土大典，中华民国110年12月24日岁次辛丑年11月21日吉时，由主典者蔡英文总统率领全体同仁敬备清香九礼，金银财帛，诚心祈求工程圆满顺利。请上香一拜，再拜，三拜，礼生请收香，执香进炉，敬献礼，请奉鲜花，献花，收献礼，
请奉国献国收献礼，请奉传献传收献礼，请奉爵献爵收献礼，请奉国献国收献礼，敬献礼臣。有请蔡总统以及以下昌明贵宾移动至前方的动土区。我们有请蔡总统以及沈副院长、徐部长、王部长、吴部长、陈市长以及我们的王副秘书长、吴署长、苏局长、我们的罗副市长、廖局长、杨局长、张局长、陈局长、许处长以及杨董事长。有请我们以上的昌明贵宾移动脚步来到我们前方的动土区。我们紧接着马上要来进行我们高雄新市镇一至二号道路开辟工程的动图。有请总统来到我们动图的前方动图区，有请。现在有请总统以及各位长官，请取金蝉。我们请各位长官先将我们的金铲放置在我们的腰际间，让我们前方的媒体朋友们捕捉一张合影的留念画面。我们请先看向正前方的摄影镜头。好的，我们紧接着上来，有请我们的长官、总统以及长官帮我们移动脚步往前，来到我们的动土区。有请我们各位现场的长官贵宾。高雄新市镇一至二号道路开辟工程动土典礼，请动铲。第一铲，祝开工顺利。第二铲，祝市运畅。